中国握手采取方。凯撒与亚历山大，如果说史莱历史不过是英雄们的传记，那不过是一部滑稽列传而已。题记一，在凯撒传里，我看到的不是大帝的威武，而是玩弄派系的阴谋花招，为了达到一己的目的，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庞培，让与其带兵围斗，元老院把希瑟罗及贵族们赶跑，强制推行凯撒法令，人民流马，在户外奔腾呼叫凯撒凯撒我们的旧居，从此葡萄园橄榄树归我们所有，妓院的姑娘供我们逍遥。凯撒伸出他胆儿臭的中指晃了晃，发出隐隐的奸笑，这个伟大的癫痫病患者又打算用其他派系的力量把庞培一伙除掉，让共和体制臣服在独裁者脚下，没想到力不能逮，最后死于庞培之手，苦了他的女儿也被庞培泄愤虐待，死在了难产的床上。人们颂扬凯撒的伟大业绩，其实他什么也没留下，战火纷飞，狼烟四起，不仅呈现在他的个人生活中，也在罗马的疆土上，多少家庭奉献去了父亲与儿子，多少战士暴尸野外被狼犬叼走。而从来没有英雄，只有乌合之众和他们的头领。看亚历山大率领一支威武的喽啰兵讨伐在波斯的征途，43000步兵，5000骑兵，多半是些耕地的农民。他骑在一头脾气暴躁的烈马上，头盔上插着一只高楼攻击的花翎，扬起满天尘头，冲啊，穿过狭长的山地，渡过波涛汹涌的河谷，把大流士追讨不见踪影。即使被捉起拴到河里，被马鞭救起，即使被地球削去鸡毛，险些打伤头颅性命，标枪如雨，烟暗如云，年轻的联军统帅亚历山大证明不是血腥的旱鸭子，表现得像舞台上的小丑，在队伍前叫吼扬蹄，一些抢来的闺女们偷的房屋珠宝女人，只要把希望给我留下就行。亚历山大的话语全面军营上下远播铁里所及的偷的，这样的话语也在历史中扎下根来，建立起蒙古帝国和共产帝国的血腥政权。可是一旦征服者登上大位，便收回了臣民，聪明者去了名袍荒野，荒废归来一无所获，没有吉利的谎言无法成就帝国伟业，然而没有天轴，一切梦想都是白搭。谁能想到亚历山大37岁便死于梅毒，一命呜呼，而他行兵东征的目的只是为了兑现当初最后的誓言，光遍东方的窑子，将那里的男人婆掠回希腊。三，凯撒和亚历山大出现在莎士比亚的笔下，哈蒙莱特先生的坟场，掘墓人翻动着骷髅对他讲，这是凯撒还是亚历山大，自命不凡，王者争大，如今化作朽骨烂泥一把，边说边用铁铲翻动敲打，现在你到小姐的闺房里去，对他说
凭他脸上的脂粉头一身厚，到后来终要变成这个样。据某人与哈姆莱特离去后，凯撒与亚历山大的幽灵竟把奋力做了斗殴的战场。不知相隔两百年的死鬼是如何结下的梁子，只听亚历山大对凯撒说，你的名声和尸骨一直压在我的头顶。